对啊，我要穿。所以是电路板没啥用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也要做那个。那我要把它丢出来外面。好，不是让他杂们看志哦，是要书本哦。哦，反正没有。所以这次是剪刀。这次关要怎么出去啊？还不知道。还没逃过。嗯，天，一直来乱玩。啊，我没点到名，抱歉。啊，你完了。8888。抱歉，因为我专心的在收东西。又是你，太专心漏啦，网又还想被跑人啊？帮啦。我要去削马铃薯喽。小马铃薯了，我睡觉喽。啊，贾杰克在我家楼隔。嗯哼。贾杰克，你。风暴时间。嗯，努力削马铃薯中。那我刚看人都卡住，吓我一跳。有卡住吗？刚刚一下子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看大家音乐都一致。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那个三个游戏罐。菲尔因的霍尔。油漆罐要剪那个啊，他那个要我们要用稿子挖开。那不知道往上叠还是干嘛？还是那一个不用？这个是往下走，所以我们要稿子。好，那就两个特刀。嘟嘟嘟嘟，还是我们先去拿脚胶啊？还是手收啊？手收，手收在二楼吗？哦，在一楼。二楼吗？哎，二楼，二楼，一楼。我忘记了，我只知道它在右边。右上，不记得是在一楼二楼。先到处摸一下，锉刀。没体力了，洗澡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的那个工作室，工作的办公室后面。工作办公室。要做什么？去拿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密码机了、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是电话。看。哎、欸，我过不去、欸。那你就先把东西藏着吧。那藏哪里？藏起来。噔噔噔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噔噔！雕刻南瓜，雕刻南瓜智力要80，哎呦！要雕南瓜干嘛？啊，工作啊，这是工作啊。哦，被团团抢走了，可恶！扁团团啊，养得很浓，对呀。对啊。哎，教授的实验品，这个是不是？要拿这个，我们才能拿到其他的部位啊！那教授实验品体力要70，好。哎呦，搞不好哦。暗等时间。等一下，我读了册，我就去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我再读一下，再跟智障一样。吃饭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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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。啊！不读了，不读了，那去。可以可以，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去餐厅吃饭啦。力量吃饭补体会比较多吗？会回血啊，会回血啊，回血吧。会啊，体力也会回。好了，吃完。啊，这个好难加啊、哦。嗯。再一个锉刀，室友被搬走，是，好，白室友被搬走，谁被搬走？继续读书，谁啊？谁被搬走吗？房间是小雨的，嗯，为什么？小雨啊。看
吧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房间地上堆满了各种花样。别否认啊，我刚刚只是在看我演的像不像啊。好友要帮团团拿着饮料，叫团团自己去拿。不是，因为要经过一个红色的门啊，要去。红色门，那你就要绕下绕路绕绕一圈了。对啊，超麻烦，算了。的任务在云源的啊。我没接任务。不是我的。第一接了两个，那就是杰克了。哦，第一提醒是法师的啦。对啊。好。噔噔噔。哇，嗯，看起来很多东西，很多吗？没有，你没有要我的，没有我要的锉刀，需要多少钱？40块。哦，再找个任务来接一下。嗯，他任务标记在那里啊，楼上吧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因为我发现这个地形可以一直锻炼的，就算晚上睡觉时间，你也可以来一直都锻炼呢。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中间没有其他的那个啊，其他的门啊，没有那些红色、紫色那些门都没有。哦。感谢雅思的777。999个777，太多啦！最多的那一种啊，太多七七七啦！为什么团团一直要僵尸手啊？癖好吧？癖好吗？我来点名了，我来点名了。我点名的位置是在远方啊。嗯？啊？点名的位置是在我工作的地方耶、欸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、我想说，太快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工作的地方点名？好、啊，我最乖了，我要第一个躺在床上。太乖了，都没有人卖锉刀哎、欸，好烂。我有锉刀啊。哦，好啊，那到时候可以直接做剪刀。白痴，来吧。做其他的是 NPC 吗？是啊。嗯，他们是玩家。我们才是 NPC， 对，我们是 NPC， 我们才是假的，他们是真正的被关在这里的，是真正存在的。他们没有在通话里面，但是他们在玩，分了好几个通话。哎、欸，还在睡啊？是谁啊？那个了吗、啊？没有啊，你们那个了吗？那个了一下，没有，卡一下下吧，他有时候都会卡一下下。他这连线本来就这样啊。嗯，正常。继续锻炼，继续来去锻炼。锻炼是加什么东西啊？锻炼看你要加，有加力量跟加体力两种啊。哦，是干架的吗？通常是为了工作。嗯、你的能力值啊。嗯。那你可以去接一些工作。嗯嗯嗯。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我很乖。哦，我有戳到的。耶。嗯。有人走捷径进别人的办公室又走出啊。这些人很不优啊，都进别人办公室，来做一些坏坏的事。啊！违禁品！哦哦，有人弄违禁品。我操啦！给你金属板，没办法哦。金属板这常用不到。还有这个乱子，这样一直叫我去工作方。你是不是拿了什么工作的东西，所以才叫你过去啊？没有啊，只是拿扫把而已啊。这关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起来的？楼上、旁边就有啦。
地方、啊。我觉得这边这还蛮多那种工作间可以躲。对啊，人家办公室就有啦。对啊。别动手。蛮多地方可以躲。杰克，你怎么就是把？我拖了好多警察。哇，你加油！工作时间，我这个要去哪里啊？我拖了四只警察呢。啊，好痛！哇，那么厉害！啊，好痛！哎呀，伤到你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你去土豆房了，我看你身上有什么。土豆房子。好像没什么东西。哦，我做好剪刀了。盆子。然后加盆子。啊，可是我记得做这样吗？然后。这个工作怎么做、啊？我看看。这个对，用那个白白的那个痱子粉，忘记拿了刚刚。哦，滑石粉啊，痱子粉。那长得像痱子粉。没错啦。哎呦！我觉得我之前就是有一关，然后要逃，然后要那个，然后我都一直找不到，然后超生气。哎呦，好可怕、哦！这狗好可怕、哦。哎呦！给你，耶，完成了！哦呦，读书要读到几等啊？读书，啊、还是读高一点？70就好。哦，七十几了。那、你再多也没用，给你加薪了。没有啊，读到70就是，反正你所有东西都做出来就好。到100。哪有？所以我才问要练到多少啊？我工作好简单哦！我拿了很多狗盆出来，打狗粮。打狗粮吗？就明天开始撒。好惨啊！不要啦，明天不是不应该？明天也不是。对啊，明天是吃狗粮的日子。明天是吃狗粮的日子，那不是吃狗粮。闪爆他们！现在还有工作可以做吗？还是都被抢完了？要去阻止他。对啊，你去让他不能上班啊，你就可以做工作了。我要看一下、喔，我看看现在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。吸血鬼的衣服在秋风在做。嗯。然后团团在做雕刻南瓜。小雨在用不给糖就捣蛋啊！我哇哦，那不是我哦，好，想打我是不是？没有，都中你来呀、啊！哦，我又被电到了，白痴！吸血鬼脏衣服在哪里做啊？啊，你要先那个啊，要那份工作啊？对啊，那搞不好是清洁用的任务。锻炼时间。那好多狗，狗粮，我丢的，满满的，满满的。我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强化的衣服，没有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揍一下那个，嗯，要揍一下狱警。你要干嘛？我找那个、啊、青色的那个哦，青色钥匙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啊，等一下找一个捞单的走。啊，二楼一个。好，走，二楼一个，走 go。哪里？到他。那我做一下东西。啊，这里，浴室。赶快。可是等一下家里浴室间了。算了，不要做好了。算了。找其他的。淋浴时间先不做的。这里有一个要下楼的，我揍死他！要下楼的，这个吗？哎，这里有个捞单的，在二楼有个捞单的。这个翻新砖，红色的。在下面吗？为什么打不到他、啊？我揍倒一个。有，我们刚才揍倒一个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哦，嚯，那好，啊，到了，这是门卡没有用，哎、欸，把他打火机拿走，哦，我拿走，
不要打我！干什么？我是影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没看名字啊？我想说，看起来像警察，我就扁了。我没看名字啊，凶哎！干什么？救命啦！不要打我，走开！我快死了！他还扁我哎！是啊，看他什么黄色的没用，快死了！这谁啊？没穿衣服？谁啊？谁啊？这是警察吗？好像是、欸，警察不穿衣服，他怎么没穿衣服啊？他衣服嘞？我是有拔掉一个警察的衣服啦。这是他吗？可是他去玩那个，不是应该穿回来衣服吗？啊哎、欸，我倒了。他我不知道。为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到一个就是没穿衣服，然后突然冲过来说：“哦，找到你了。”我找到你了，没有看衣服在我身上啊。他的衣服应该在我身上。哎、欸，对决吧。啊。为什么、啊？之前不是就算衣服被扒走，应该也会穿回来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回忆了。专属这个 DLC 的。也是。谢谢。所以这关还要做什么东西？啊，这关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不知道、啊，就先到处收集。